那石头后面，我看看。他也是刚才那个房区里面的。防区，它也不是安全区。跑毒吧，小伙子！我就两个雷，干，刚才扔光了。还不走，这几秒了，在右边看到了。这是炸死了！我操！找一下他。在这儿。哎呀，今天第8十级了。我操，打了129分钟，差1分钟做完任务。这两天贼热，全出汗。等一下，我擦个眼镜啊。好，出汗。
城好像很挺多人的，反正航线在这儿，没办法，但挺多都是机器人其实。嗯，这小逼听到声音想过来干人。干哈呢？这个人，阴人啊！我穿了个鞋，走路脚步声。他上二楼看我一眼，他以为我没听到他。是挂吗？隔着墙打我。机器人。我都没瞄去，上来就红点和全息。就给带走。啥时候进来一个人？这还有人。都没人给我抢空投，这边，这人啥意思？车还不拿了，直接跑了。我疯狂找人，死活没找着人。边上人都没有，这是个老阴逼，拿狗砸。我看他搁后面呢，刚是个石头后面，现在换点了，他往下跑了。他视角吧，这个人高了，砸到，这个中了，好，还会跑，这会提前跑，对枪就是死，不对枪就被炸死。哎，两难境地，气不气？然后就这货之前在房子里抽我，然后把车胎给卸了。
被我看见了还。打一枪，一路打烟，笑了，这雷扔的好，上帝视角，还挺聪明。他故意没去烟里面，但我这雷其实往后扔了点，我还往烟里扔火，还往烟里炸雷，这个雷上面我厚了点，给后面炸死了。白痴醉了。